不管电视剧市场怎么变化，似乎古偶剧在这么多年来中的电视剧市场都能够占有一席地位。肖战自从出道以来，在他的所有作品中，古装剧占比多于现代。即便过了这么久，肖战后面依旧有许多不一样的特别的角色，可是魏无羡始终是一抹最特别的月光。那个时候的肖战演技其实还没有如今这样的成熟，对于角色完全是现实一般的演技，将自己共情带入到角色中，这样有最大的优点，能够让观众们轻易地被带进角色中。但同样也有他的不足，那就是演员自己本身融入到角色中，走进角色便很难出戏。肖战带给观众们一个独一无二的魏无羡，他自己也用了很久才走出这个角色。随着时间的磨练，随着演技的精湛，肖战对于角色的揣摩和把握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。他的这段上升的空间与所有的进步，每一位观众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一方面是肖战的剧照官方海报以及各种各样的预告，另一方面也是有许多原著书粉看过了小说，心中所想象出来的石影这个形象与气质，再去对比肖战所打造的造型，真的极其的符合。再有本身古偶剧就有一定的优势，何况肖战这样属于大气层之外的顶流，有他的主演和带动，又怎能不让人期待？不断的热搜出圈，不停的话题词条的更改，都在向观众们传递一个信息与信号。还记得玉骨遥关于配音的问题，曾被热切的关注，也曾被议论讨论，甚至还被针对。如今我们等到正主的原声配音，这也的确是一件特别让人欣慰的事情。近期关于电视剧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多，在这其中不乏有许多有些人的刻意针对带节奏、挑拨离间等行为，粉丝们甚至还自发地发出了一些小贴士，俊星将截图放在了下方，大家可以仔细看哟。其实观众们等待的和观众的不过是电视剧什么时候能见面，今日讨论话题要做理智的观众哦，不跟风，不盲目，不随众。肖战。